各位兄弟姐妹，主来平安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真心教会的福建主日崇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这日的中间，未欢喜快乐。好，咱即阵放下一切烦恼，专心敬拜主。今仔日的选调经文记载伫诗篇第105篇第一到第二节。恁著感谢耶和华，求求伊的名，伫万百事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，著向伊吟诗，向伊唱歌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咱来撒甲祈祷，阮的上帝，阮的王啊，阮要尊你最高，阮要永远歌乐你的名，阮要日日作谢你。来要永远阿罗你的名，感谢你的大听堂，赦免阮的罪，予阮有新生命。阮即阵要来阿罗你敬拜你，阮要将一切的荣耀归乎你，愿你接纳阮的崇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兄弟姐妹，咱举起双手，做阵来阿罗主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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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罗耶稣为主。哈利路亚，来阿罗主。用我的主敬拜，我用我的主举起双手，用我的
谢你，感谢你予咱有丰盛喜乐的人生。每日我已经是活了主，过着丰盛喜乐的人生。每日我已记得感谢主，过着平安得胜的日子。你是我的瓦壳，你是我的帆船，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仰望你的荣耀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我要
今仔日的信息经文是伫诗篇一百篇第三节。恁就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顺从伊话语的人。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祈祷。听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我愿意会来将这段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，但恳求圣神继续领领会来引传带领咱，帮助咱会来了解并背上帝话语，好叫阮会来较亲一站会来明白上帝，咱更加有信心会来跟对咱的上帝。在那里看你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日爱甲大家来分享下一题目。山路来几个礼拜也是安尼款，是讲到咱信仰的基础，咱基本所爱明白一寡的物件。那头三物件，咱爱来讨论的，就是咱爱来明白上帝。在这世间有真多真多无受想的一个知识，咱若是去到图书馆的一个所在，看到有真多册，每一本册里面拢充满了真多无受想的知识，但是咱无可能将图书馆里面所有的册一本一本拢读了，所以因此咧，咱看到咱无变拥有所有一切的一个知识，但是咱正做一个有罪的人，兄弟姊妹有一寡的知识。但是爱来明白的，其中一个知识，但爱来明白的呢，就是但爱来明白一直为创造咱的上帝。亲像咱今日所看的诗篇，诗篇一百篇第三十个人讲，爱会知影耶和华是上帝，爱明白耶和华是上帝，伊创造了咱，但是属于伊的，但是伊的主名也是伊草坡顶边。一个样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上帝话句劝诫咱，爱来明白上帝，爱来知影耶和华是创造咱的上帝。有阵时，咱人常常爱问：到底我来到这世间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会在这世间？到底我是一罪呢？所以有阵时，咱爱问一寡的问题，这是两种，咱人生真正大的一个问题，是真正好的一个问题。但是爱找一个人生真正大的问题，会传的答案呢，无简单。但来是爱找一寡人生真正大的一个答案，咱就爱来到一直为塑形咱生命、创造咱一直为的上帝的面前。亲像兄弟姊妹，那是我的车坏了。我未会来将伊送到这座店的店头内面，这座店店头无变，会来帮助我，会来将这顶车会来修理好。所以等我的车派了，我就爱送到这车的头口的这所在。我倒落买顶车，我倒转将这顶车送到伊的这公司的所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公司是做顶车的这公司，所以伊明白会知影。这顶车伊会知影伊问题怎样，伊有办法咧，会来知影伊问题，然后将伊修理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有一个器具，所以因做咧，那是我的车派，我就爱将伊送到这个车的头靠的所在。但有兄弟姊妹，等咱人有一块问题，咱爱请做一个咱人生的问题，咱就爱倒转到一直为创造咱现咱生命的上帝面前。上帝话语甲人讲，是要伫创世纪内面，起初创造上帝创造了天地，并且创造了这世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甲我。然后呢，上帝就做了人，伊就将人塑形这生命形态。所以因做咧兄弟这边，那么咱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伊了解咱，伊会知影咱，但所有的一切物件。拢伫即位的上帝的面前，所以因做咧兄弟姊妹，咱爱明白咧。所以因做咧，咱明白，咱咧问咱家己，到底圣经内面所讲的即位的上帝是怎样即位的一个上帝？
圣经话语甲人讲，偷餐的物件，咱爱明白上帝是一个灵。即约翰福音的所在甲人讲，上帝是灵，所以上帝爱拜伊的人，用心灵来敬拜你。当咱讲到上帝是灵的时阵，就是说上帝甲咱无相像，上帝无有肉体，所以咱无变，会来用咱的一只目睭，会来看见上帝。上帝故事怎样影响着小的？上帝圣经甲话语甲人讲，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一位上帝。上帝甲咱无朋友，但是被做的，上帝做咱啊，上帝是做咱，但是你兄弟姊妹，上帝唔是被做的，上帝对古早就永无就无了，伊无一个开始，伊也无有一个结束，所以伊是一位永恒的上帝，也是永远地地的一位的上帝。无端那款，上帝的话句也甲人讲，上帝是无限的上帝，咱人是有限的。虽然咱人即阵真正搞，会来做真多真多的物件，但是也咱来怎样，有真多真多物件，也是咱人无变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人是有限的，但是上帝是无限的，上帝的快乐是无限的。咱人啊，把路会使。在某一个时间，在某一个所在，咱无变吼，会来在达个所在，就但是咧兄弟姊妹，上帝是无限的，所以伊是无所不在的一位的上帝，无断的款。上帝话句也甲人讲，上帝是永远无有改变的，啊，然后上帝无讲啊，今日伊较好，明仔会较差，无，啊，上帝是永永远远。是朋友，无有改变的。为什么呢？乃是伊是一位完全的一位的上帝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会知影，咱这位的上帝是怎样上帝？伊是永远存在的上帝，伊是无限的上帝，伊是不变的上帝，无有改变的上帝。所以因做的兄弟姊妹，咱就会知影，上帝一听是永远的听，上帝一听是无限的听，上帝一听是无有改变的听。上帝的快乐也是安尼款，永远伫伫是无限的快乐，是无有改变的这个快乐。所以因主兄弟姊妹，咱看到，咱所相信的这位上帝，伊是这个灵，但是伊也是永远存在的这位上帝，伊是无限的这上帝，伊是无有改变的这位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当上帝做咱人的这时阵咧，上帝伫咱大家人的心中，拢有一个记忆，这大的这心意，这心意就是叫咱会来明白你，啊，叫咱因为会来明白上帝，咱会来享受上帝爱赐予咱的祝福。享受上帝爱所应咱的恩典，叫主的喜乐常常会来充满咱。第四篇、第十六篇、第十一章，按你看嚟甲咱讲，讲上帝定着将生命的道路指示咱。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上帝的正手中有永远的这个福乐。是的，兄弟姊妹，咱那是明白上帝、听上帝、话过上帝、敬拜上帝。爱人行会堕落的顶面，上帝就爱怎样的会来将伊的喜乐满足的喜乐赐予咱，将永远的福乐会来赐予咱。咱有真多人活伴这世间，咱认为哈，上顶七样物件就是爱努力而出啊，赚钱，一直让咱会使享受快乐，但是咱拢会知影。啊，咱凭着啊，咱这物质所有物件，带来满足，兄弟姊妹，只不过是暂时罢了。会来去过去的，啊，未会来叫咱永永远远得到满足。所以当时等咱会来行办上帝的道路的中间，咱会来明白上帝、敬畏上帝、瓦靠上帝、军队上帝，安尼款兄弟姊妹。上帝就爱将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，一节英文，伊爱将生命都落指示咱，伊爱将伊满足的喜乐赐予咱，伊爱将永远的福乐也来赐予咱，所以因做关安尼款的福气也来属地咱，所以关注是再来帮助咱，叫阮大家人也来明白上帝，但做神也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来感谢来有努力，也怎样？你是一位创造咱的上帝，你是一位永远存在
天管无改变无限一位上帝，咱感谢主。现在有安尼款一位的上，上帝，真最咱的上帝，求主来帮助咱。叫阮现在活伴这世间的时阵，咱会使搁较深一层，会来明白的。好叫阮会来在大家生活中间，今日到上帝的祝福满满在咱的心中。咱安尼款的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兄弟姐妹，愿上帝拢来祝福咱每一位听伊道理的人，你看。愿上帝赐予你一切属灵的智慧，满心会知影上帝的旨意，好叫恁行事为人，会来得地去做凡事蒙伊的喜悦，并且在一切美好的代志顶面结出果子来，渐渐会较侪明白咱的上帝。愿上帝恩待恁，赐福予你，用伊的面。跟随你，对他一道永永远远，阿门。
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个聚会。